阿妹来。你好，阿妹哦，四姨，你女儿打电话来，赶快来接电话哦。阿妹哦，百善哦，百善是你好呢，会插讲正义吗？不是的啊，哦，等等你转来哦。我们好，你好，妹转来嘞，阿妹转来嘞，阿妹，哎，你转来嘞哦，来来来来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他叫 Jackie。妈，他跟我求婚了。你们交往才多久？快一年了。妈，我结婚用在水桶哈。Yeah, I know. 老板娘，这盒多少？一盒150。那我买多一点，有算便宜吗 ？This is already the bottom line. 这样好了，你买10盒，我送你一盒。我们是不是该回去啊？公司还有一堆公文等着要我签，刚刚厂商说要跟我谈合约，要怎么样谈合作？别这样，我们就要结婚嘞，你应该要多了解我的，不是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我把他们的合约从我手中溜走。这个事情这个有传嘞。这么不小心呢？没关系啦，这个我们留着自己吃。东西掉到地上这么脏，丢掉不就好了？总不能啊，你要动心不走的呢，留了几件事啦。现在其他人做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事不是你做的吗？好吃啊，赞啊！好吃。他对你好不好？他对我很好。喝茶。嗯，谢谢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为什么照片上的你总是笑得那么开心？哎，这个是你的小时候的照片啊。是啊。好可爱哦。你看这张多皮。嗯，哦，他怎么这样？